都在2年左右，甚至有的都3年了，一直跟着我，所以说我得对得起大伙儿啊！一定呢，在构图的方面，在设色的方面，用笔的方面，尤其在构图的方面哈，咱们多尝试，多临摹，是吧？将来呢，自己能所谓的独立创作，咱们有个资料参考。哎呀，我曾经跟老师画过这个母鸡，这个形状挺好啊！我不行，我给它调换调换个儿。啊，小鸡儿的姿势我得换换位置，是吧？怎么组合好看？啊，怎么好看？原来我通知大家是350，后来350一看，宽窄不够用，宽窄不够用啊！这个母鸡太占地方了。我开始尾巴是在这边，后来我一看不行，啊，顺过去吧，脑袋歪过来，啊，脑袋歪过来，啊。希望大家呢能够不断的进步。啊，现在已经可以说有的朋友画得很不错了，那梅花画得很漂亮了。其实梅花难在哪儿呢？难在枝干上，美在枝干上，是吧？功夫在枝干上，是吧？你把枝干画好了以后，叶子画好了以后，花头画好了以后，你就得心应手，怎么画怎么有理，是吧？别齐，别平，啊，别直，啊，这是做原则，是吧？构图呢，让它左边有。左边多，右边少啊；右边多，左边少啊。上边有啊，不能平，错开位置啊。那叶子啊，齐了以后可以，咱可以破啊。每个画家，这老画家都得破啊，因为写意的东西，拿起笔来说，啪啪啪几笔，哎呀，点的这不合适，不行，我再多个汁儿，多个汁儿也没毛病啊，也费不多少咱们笔墨，但是构图好看呢，是吧？有的时候你添吧添吧，添多了还不好看啊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得一边画。多临摹，多画，一定能画出好结果来啊！一定能好结果来啊！那么我就把纸往上，大家再看一看啊！我不知道各位画的咋样了啊？画不完也不要紧，完了我有截图啊，发给各位啊，发给各位啊！现在远道的，我那天跟那个有一个老朋友在唠哈，我说远道的咱也看不，只能在屏幕不是，只能在那个手机上通话啊，不能亲自哈给大家做一个面授指导，我也很没有办法，只能在线上是吧？离得远啊，牡丹江也好，杭州也好啊呀，包括那个哪儿陕西呀、啊，都很远的地方是吧？这些老画友非常执着，你像那个乡下人啊，在陕西榆林呢，啊，在榆林。啊，非常执着，非常执着。那么哈尔滨的朋友呢，有一部分同学呢，能够近水楼台啊，近水楼台啊。只要我看到各位的画作啊，我都能够及时的给各位点上。看不见的，有时忘了的，或者是没看到了，希望大家多理解啊，多理解啊。好了啊，我现在画上边了，画上半部分啊，上部分部分，鸡，母鸡在这边。大家记住了，母鸡在右下角，那么花一定在左上角，不能在这边开花了，在这边开花就不好看。在这边开花啊，弧形的往下走啊。现在我只留了一半，鸡占了一半啊，花还没画呢啊，花呢也占了将近一半的啊，不到一半差不多。那么我现在开始画，画下垂式的。下垂式的比较简单一些，但是呢，难度在哪儿呢？有的时候老师，我画倒着画行不行？我把它调过来行不行？也可以，但是那样时间长了，你看不出来，你还得这么画，还得这么画啊！我把这水倒一下啊。好在哪呢？咱们网上呢，大家能，把这个图啊能发过去，大家可以临摹。然后呢，有的画完了以后呢，把自己的习作呢发到群里啊，发到群里啊，这样能够同学们能看一看，借鉴借鉴，我也能看一看，是吧？点评点评吧，是吧？到位不到位那是两说了，起码大家啊。有一个参考是吧？大红啊，调点白的啊，少调点白的。大红，曙红，呀，这怎么整黄的了？这边，这碟子躺过来了，重新来啊。
大红薯红啊，比根儿上稍稍有点白点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啊，一会儿可能还得用胭脂。啊，咱们一个老话友啊，一个饭店呢黄了，这小碟儿，哎呀，捡了20多个啊，谁需要给谁，谁需要给谁啊？这个碟儿非常好，我这两天就使惯这小碟儿了，不大不小，端起来不沉啊，比咱家吃饺子那个方便多了啊。大红啊，大红，比根儿稍稍有点浅的啊，大红。笔尖上稍稍调点曙红啊，稍稍调一点点，因为咱们画前面的部分不要太多，一会儿再来啊。在哪个位置画？在画花在哪儿呢？在这张纸的左上啊，不是左上角，是左上方啊，不能离的纸边太近了啊，不能离的纸边太近，在这嘎画啊，在这个地方画，开始看啊。上边一会儿再调啊，一会儿再调啊。这不像，你看，就像那个螃蟹爪似的，不是反的画吗？这不是吗？是吧？一会儿上边再处理处理看看啊。然后紧接着，以曙红为主了啊，不调大红的，因为笔上有大红了，就调曙红，就调曙红啊。记住了，各位啊，调曙红，笔尖调曙黄，别全调了，整个笔啊，叫笔尖儿。就笔尖儿啊，笔尖儿调曙红啊，让它有深浅啊，开始了。这个可以先不画，最后再处理啊。压笔出来。这嘎先留着也行啊。边画边考虑它的形状。笔尖全曙红啊。你看，曙红和大红入纸以后，我放中间，我这挪一挪啊，这边不是染了的。从那个浅瓣的缝隙当中啊，中锋入笔，然后就开始侧锋啊，垫笔。让它长短不齐，错落啊。今天的链接好像发晚了，我刚一看，哎呀，我说怎么还不发链接呢？问学校，学校说今天有课吗？不15号吗？我说8号礼拜四啊。
结果呢，错误出在我的身上啊！人家学校说的，你行，这个礼拜四你不讲的，啊，不讲的。我说每个礼拜四都讲啊，8堂课一定的，这个单元第五单元一定上完的。我排课表的时候吧，应该是1号、8号，今天是8号，完了15号、22号啊，这是咱们这个单元的啊。有些白留一点好看啊，是反边儿。继续调曙红啊，继续调曙红，找花型。曙红这回时候呢？在磨盘子里稍稍点一点，沾一点墨啊，沾一点墨，画什么地方？切这块了啊。花心的部分一定要重啊，一定要重。当时你哎，挺黑的，老师挺重的。干了以后啊，还是浅啊，还是浅。画一画吧，停一停，看一看，花型哪儿有毛病啊？调整调整，可以调过来再看一看，是吧？常画的可以调过来看。我现在跑到这边对个这边来了啊，我这么画了。
你看有的那个网上画的梅花，画的条幅，那干那么老长，他把那个画横过来，唰一笔，大拿了大刷子啊，带飞白的啊，非常好看啊。踢了给破一破，是吧？曙红加点苔藓蓝也行，加点，我这加墨了啊，我这是提一下子啊。主花头一定要画稍细一点，啊，副花头一会儿再画一个简单点的。小了，这家伙啊！现在吧，大家就锻炼什么呢？那个纸啊，不要太画太小的了啊，不要太画小的最少是斗方。或者是3尺整张。画3尺整张的啊，
上面就不管它了啊，上面让它亮一点、深、浅一点更好。行了，这朵花这么地，这朵花就这么地了啊。画完这朵花先不动它啊，再画几个叶子。完了呢，画后边的花呢，在那个叶子的后边，是吧？大家能清楚吗？就遮挡关系这块啊。藤黄、太青蓝、墨啊，加点胭脂。胭脂，就咱们画牡丹那叶子那个颜色配方啊。咱们有个老话友华姐啊，那叶子配那色儿配的非常鲜嫩啊，非常鲜嫩是吧？前两天咱们学校给登出来了啊，画的非常好啊，我看了我也很高兴，真用功，每天早上4、5点钟爬起来就开始画，是吧？画几片啊，少画。露一半儿。叶子是为花服务的，是为构图服务的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要什么呢？要灵活掌握啊，灵活掌握。这点墨，还有点绿吧。好，先画到这儿啊，完了再画第二朵，画第二朵的红牡丹，还是刚才这个笔啊。这回调点白。两朵花不一样的，尽量不一样的一个色儿啊，尽量不一样的一个色儿。
薯红，大红薯红。这个是下垂，这个不一定让它下，稍稍垂一点吧。这回笔尖儿调深的了，调曙红了啊。贴这个缝儿，压笔，时间过真快呀，这家伙！哎呀，今天也得晚一会儿啊，也得晚一会儿，压糖了就是。再来点曙红，不够了，颜色不够了。多了，
调过来看看啊，看看花旗那边。留出缺口啊，留出缺口啊。这个大班的太长了，这个还是七。这家伙，这绿叶子太绿了，大红大绿了，有点儿。行了，一大一小啊，两朵花，小的在颠的，一会儿不点的在颠的，现在花叶子啊，大家别着急，我一看点我也发慌啊。就怕人家有的话友安排4点半接孩子。不，这两天不接孩子，都疫情，我们这个一天看孩子，有事儿是吧？就耽误一会儿是吧？老家常，我一咋的？我有时候等大伙儿，不等大伙儿我就画完了。有的时候画的话等一等，画的话等一等，啊。开始铺叶子了啊。先整点骨干，先整点骨干，走，走，用上就是蒜，不用就过期。记住啊，一定要处成三角形的啊。快走之感啊。
这是一组是吧？一组一组画是吧？然后呢，上边也得画点儿。上边这花怎么长出来的？有长啊，就有短的，啊，不要一边齐了就行啊。一边齐了叶子也不好看，是吧？枝干也是，是吧？这样齐了啊，我得想办法破。这样就好了啊，这就不齐了啊，他俩算近挨一点的，他离得远一点，然后这儿就不能再添了，再添了就这事儿了啊，所以说这咱们画的时候就注意这个东西啊，注意这块啊。有些枝干不好看怎么办？堵上啊，把叶子堵上。只有你自己知道啊！外人一看，哎呀，真漂亮，这么一整，堵上更好看，是吧？这块叶子非常好看吧？这个边儿别太圆了啊，这叶子。有点豁口啊，好看啊，这样就好看点了啊。后边搁点浅印，谁也免不了棋啊，怎么办？破呗。是吧？这样就锻炼我们什么呢？构图的能力，啊，怎么构图更好看，啊？怎么构图更好看？
密的密，疏的疏啊，不能让它均等啊。叶筋不是这个叶，这个花心我就不点了啊，我把这个枝干简单的整一整它，让整一整啊，然后这块我还想出了一笔。看出来就行了啊，是把提款的留出来了，画点。枝干要顿挫啊，一定要顿挫啊！啊，画这个竹节篱笆呀，要错落啊，要错落啊。也得有密有疏，是吧？别考虑，哎呀，这么大地方，小鸡是不是钻出去了？不管它钻不钻，钻出去咱没关系，是吧？咱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效果，是吧？这个。
花蕊呢，我就不点了，各位啊，夜金我也不点了，因为到点了，因为到点了，是吧？我写上两个字，完了我点完了以后，我发到群里就可以了啊。因为已经到点了啊，花蕊大家怎么不管什么样的，都是什么写不用说说这些。2天，再过2天，咱就过中秋节了，是吧？也祝咱们所有的啊，各地的老话友、老姐姐们哈、各位老话友哈、中秋阖家团圆快乐，是吧？中秋。还有一道工序就是点夜金、点花蕊啊，点夜金、点花蕊啊。这个篱笆墙画的不是很到位啊，很到位啊。这个地方我就下面全体看一看啊，这整个看一看啊。哎呀，又没画个小花了，我看看啊。哎，画一小花，画哪，在哪画？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，非常险要的地方啊！行了，这开个小花，哎呀，花托没花，嘿嘿，哎呀，完了，点上花蕊啊！你看看，我都是后画小骨朵，看看在哪儿合适啊？正好在这长一个啊，在这长一个就行了，是吧？一斤一壶我勾啊，大家这个构图啊，看一下啊。
从上面到这儿换一看，小鸡儿，这农户人家啊，越雇越富有啊，啊，三个小鸡儿，老母鸡带着它，在自家园子门口，然后呢，墙角上开着盛开的牡丹，两朵大牡丹啊，在看着老母鸡啊，一朵小牡丹花还在含苞向上的开放啊，边款流出来了。啊，大家看看这个构图。那么今天这课呢，咱们就上到这儿。你们下了课以后，我再干一会儿。我把叶茎勾上，把花蕊点上，然后发到群里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啊，再一层祝贺，这个不是祝贺啊，预祝啊，我们所有的老花友啊，中秋快乐，健健康康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了。老师勾好了，我把什么勾好了？把叶茎勾好了。你们不着急，不着急就行啊。我怕你们着急，我倒没事儿，那我就勾，好不好？我先勾叶茎，先勾叶茎啊，先勾叶茎啊。现在是潮的乎的啊，我放近点距离啊。叶茎记住了，在叶子的三分之二处啊，不一定从上到下一直连下来，从叶子的三分之二上边出了一条黑线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快拉过来，拉过来啊！一看是叶茎啊，哟，勾反了，这么勾了。10来分钟也完事儿了啊！大家坚持一会儿也行，我怕有的有事儿看不了啊，没事儿多看一看啊。勾上叶茎就像人描了眉似的啊。另外呢，叶子的方向看得比较清晰了啊。前叶子蘸点啥？胭脂啊，看见啊，这个两个叶茎的这个什么，这个线呢，应该错开缝，千万千万记住错个缝啊，不能像鱼刺似的啊。各种角度的都有。适当的出了一点也可以，但是主叶茎那块一定是拱形的啊，弯弯腰的，你看到没有？都是这个形状走。上面的用胭脂啊，你看我从这嘎走线，不能从这走了，因为那边已经什么挡住了，它叶子有一个翻转的动作，你这一勾就出来了啊，这个也是歪歪的，你看。往那么走，这个呢，这么走也行。这个，
小乱印的。叶子少一点，咱们好勾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点什么？点花蕊了，换一支笔。三绿，三绿啊。点几下就行啊，不要太齐了，啊，呲牙裂缝特别好看。呲牙裂缝，哎呀，盖儿哪去了？藤黄、太白、鼻息里边水脏了啊，我就不能用这个水了。稠一点啊，一定要稠一点。这小碟是王姐给我的啊，可好的小碟儿，点花蕊，两种点法啊。往里去也行，这么点也行啊。要稠啊，不稠不行，压不住它。这个为什么做下垂的呢？因为咱们上扬的吧，基本上都咋会了，是吧？下垂的有的时候老师说画不好啊，我这是挑越是大家感到有难度的，我又给你我安排到这个单元里边。目的就让大家尝试啊，适应各种花型啊，各种角度。别单一了。有的画友说：“哎呀，我画牡丹将就事儿，一画鸟啦，画公鸡啦，就为难了，很正常啊。但是画鸟画离不开鸟啊，你光画花没有鸟不行啊。”是吧？那锦鸡更复杂，锦鸡下个单元我怎么安排锦鸡？那五六种颜色在一个身上，但是确实好看。
这个母鸡就比较简单了，是吧？多一笔少一笔都没关系。锦鸡不行，锦鸡带鳞的，像鱼鳞似的，啊，一圈一圈就给整出来的。行了，有几个就得了。啊，这个小不点儿的更好整了。三 B。好嘞，这回就完事儿了，是吧？完事儿了。我呢，哟，看不见了。这回完事儿了啊！这回我可以发到群里了啊！我可以发到群里了。如果再加，比的加在哪儿啊？这个就是。小鸡儿的地方可以铺一铺绿草，啊，铺铺地子也可以啊，不铺也行啊，不铺也行啊。完事儿了，这个啊，第三堂课、第四堂课呢，咱们用2个多点的时间呢讲完了啊，讲完了。如果哪个地方大家看不清啊，或哪个没看到，可以个别给我发微信，我再给大家所谓的指导吧。是吧？这是一个。再一个，我还是建议各位，只要在这课堂上你没画完画，或者是没动笔，或者动笔的话，回去以后，你在这一周时间一定临摹这幅画。我画的好，画的坏，我也得临摹，动笔就有收益啊。现在咱们有的老画友现在都咋的？不仅临摹老师这个东西，而且临摹一些名家的画鸟，啊。提高自己的绘画阅历和技法很好啊，将来为你创作呀，真打下基础来了啊。那么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各位。